怎么？你是叫我臭弟弟。哈，公公，你是叫他臭弟弟哦。啊、不然会不乖啊。嗯，你是臭弟弟吗？我是香弟弟。你是什么？香弟弟。你很香是不是？嗯，好。因为我洗过澡了。哦，现在是香弟弟、啊。那没有洗澡就变什么？臭弟弟。那妈妈没洗澡就变什么？臭妈妈，对，那你现在是香的，是不是？好，我闻看看，好吧？好，我闻看看。嗯，香弟弟，好，是香弟弟。香弟弟，好，叫你香弟弟。好，不管叫你香弟弟。